收看麦 DJ 新股巡礼，我是嘉伟。信用卡、悠游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了。而您知道信用卡跟悠游卡要整合多少硬体和软体的技术，才可以成功串联许多的功能吗？在台湾，平均每三到四张的信用卡里面，其实就有一张信用卡是由同一家公司所生产制造的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公司，新贵股号六五九三的台湾名版。 台湾名板有哪一些主要的产品业务？那么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？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是如何呢？我们麦 DJ 采访记者徐小佳专访到了台湾名板的王挺荣董事长，来看以下的访问。呃，四十六年前开始做名板啊，那名板就是印刷、冲床啊、外观一些表面处理等等。那做来之后，接接下来当然要多元化嘛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叫做薄膜按键开关。 那这个其实就是结合明版底下再放一些印刷的线路进去，那这也是基本上是印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台湾的信用卡也开始发展，所以我们做信用卡，那信用卡也是衍生我们原先的技术印刷有冲闯。在台湾开始进入晶片卡的时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转折。呃，台湾晶片卡晶片卡开始起来之后，那个时候。 必须要有软体人才，因为你要对那个晶片做个人化写入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感应卡的出现，啊，感应卡的出现就是就更复杂了。感应卡你必须里面要去设计天线，你要有天线设计能力，然后你要有天线的印刷。 的能力，哦，最后要把系统整合起来，然后做个人化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公司就进入资讯服务，这是最大的转折。第一个是卡片的部分，卡片的那个进入门槛呢、就是比较高。呃，由于是信用卡，那信用卡就必须要有信用卡的国际组织的认证。那另外，如果是像现在台湾流行的票证卡。 因为现在都是需要感应嘛，所以它是有 IC 在里面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软体设计能力啊，然后对晶片的个人化的这个刻字化的能力，所以它的门门槛相对就比较高。那明版的部分，老实说门槛就比较低一点，因为它是传统的印刷跟冲床。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卡就是没有晶片嘛，那后来就是晶片卡。 那其实就是把原先做好的没有晶片的卡片上面去挖一个洞，把晶片放上去。这个讲起来是简单了，但实际上你要让这张晶片客户要去使用的话，这个时候就不是传统制造业了。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软体的开发能力。哦，你要包括现在的这些，呃，所谓的感应卡，它必须要有里面要有一个天线，那你必须要有天线设计的能力。 你还有办法把那个天线放到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地方的 knowhow 呢，就是完全跟传统是两回事。晶片是当然是从国际大厂买啊、哦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做作业系统啊。那作业系统的开发呢，其实是更困难啦、啊。那我们公司也在三年前呢，就成功开发了现在台湾的悠游卡第二代悠游卡的那个作业系统，去年已经正式。 获得又有卡的认证，成为台湾的合格供应商。但是有作业系统开发能力的，目前台湾只有唯一我们家。你可以掌握那个晶片呐、啊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，你不用去跟别人买。那没有的话，他要去找别人买，你是主导权会控制在别人手上，成本以外，然后你掌握到你自己的东西，还有你可以衍生到你很多自己的技术到其他的。 更多的系统整合的领域上去。我们大概这三年、三四年左右开始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民版比较属于高阶的一个市场，那就是现在所谓的汽机车的市场。那为什么进入这个汽机车市场门槛会比较高呢？当然它有两个原因，因为你面对的都是呃世界级的汽车厂嘛。 所以你公司的规模没有到一个程度的话，是很难让客户去接受。那第二个原因就是，汽机车生产它有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标准，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认证。所以要取得这个标准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未来就是会在民版的部分呢，会往汽机车这个市场去生根。我们目前做的是全球排名最大的。 福斯集团，当然它旗下有很多品牌了啊，s c o a audi 啦等等，所以目前我们是最大的客户，就是它、啊。世界还有很多大车厂，未来还有那个电动车啊，其实包括机车也有啊，台湾的 GoGoRo 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准备要进军的市场。民版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了哈，民、啊、版就是因为汽机车市场非常大。 而且说实在，它附加价值也高，因为它门槛高嘛，所以我们会大量去投入汽车市场的那个发展。一辆车可以有二十几个铭板在上面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目前可能只做到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左右而已，啊、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来的市场。那卡片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已经很早就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了啊、哦，那就是现在应该大家都很清楚物联网。 那物联网跟个人金融，像我们原先的卡片啊、个人化，这些都是个人金融。物联网跟呃这个个人金融加起来，其实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。现在大家喊的很夯的那个，呃，金融科技 （FinTech），其实这一块就是 FinTech 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未来的突破的 台湾民版设立在一九七零年、一九七一年投入各类塑胶民版的生产制造，一九八七年跨入了卡片事业。接下来在二零零一年又推出了信用卡个人化服务。二零一四年开发出二代悠游卡功能晶片之后，开始扩大钞票证卡市场发展，预计呢将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挂牌上柜。 从早期印刷冲床技术一路发展到软体开发、天线设计、电路布局到系统整合。目前公司主要的产品包括卡片、卡片个人化服务、明版薄膜按键开关。其中卡片部分包括信用卡、票证卡、其他卡，又以海外信用卡跟国内信用卡合计的比重超过有八成最高。明版部分目前主要应用在机上和汽机车，还有其他品牌 Logo 或是家电跟三 C 产品。 其中机上和比重是最高的，再来是车用明板。 个人化服务则是从信用卡发卡银行端取得经过加密的个人资料后，用专线传回到公司端，经由公司端解密存到资料库，然后制作卡片完成，直到递件寄送。目前台湾民版在台湾信用卡市场的占有率有三十五 percent 左右，和主要竞争对手各自掌握不同客群，算是具备寡占的优势。民版方面和同业来比较的话，台湾民版取得的各项认证。 相对是比较多、比较完整的。而除了卡片和明版这些既有的产品业务之外，接下来公司还打算推出新的产品。明年将会有一只智慧型的手表了，穿戴装置了。哦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载具而已就是我们预期可能明版，哎，不是明版，卡片可能开始变得多样化，不一定就是卡片嘛，因为现在很多人拿手机就在消费了，那卡片可能就会慢慢就。 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个叫所谓穿戴式、穿戴式的装置啊。那这个的差异在哪里呢？我们并不是跟其他大厂说，呃，做什么心心跳管理啊，什么运动管理，我们主要是结合 U 友卡支付。那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说，它可以在上面直接查询余额跟你的交易过程。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是只是。 可以交易而已，但是他还是看不到哦，这是一个差异的地方。那第二个，我们会去结合现在政府公开的大数据啊，比如说，呃，你现在跑到捷运站一百公尺，就你想搭的某一条线呢，三分钟会到站，哦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不要加快脚步。还有一个，你要去搭 Ubike，想借 Ubike，你可以设定哪一个站现在有多少 Ubike。Bike? 哦，这也是一个大数据，然后 PM 二点五当然也可以放进去啊。所以学生如果出门，PM 二点五达到一个程度，它会警示你。好，那当然手机来电提示、简讯这些功能当然都是有的。所以它最大的差异是在这个 好的，从以上的访问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台湾民版接下来可能会推出结合又有卡交通功能，还有政府大数据资讯的穿戴装置产品。不过，看起来这一项穿戴新品目前还在开发阶段，对于后续具体的销售跟营运模式，公司还在评估规划。 而台湾民版在发展四十多年之后，如今也已经在台湾的信用卡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了。我们从基本面来看，来回顾公司过去几年的业绩表现，可以看到呢，从二零一四年以来，它最近三年的营收、毛利率跟每股盈余表现都是逐渐向上的。那么到底后续公司的营运动能是如何？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来掌握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